仔细题，吉哥要测量南亚国中操场1000人距离有多长，用仪器量出来结果是2.000×10^5次方公里。那请问你所使用仪器的最小单位是什么？这题如果用比较正式的解法呢，是应该是说这个是2.000。那么最右边这一位叫做估计值，前面这一位呢叫做最小单位，所以它最小单位是0.01，那这个叫做公里。但是呢，后面还有一个10^5次方，所以要把它进位，进10^5次方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进一位，进两位，进三位，进四位，进五位，到这里。这边呢，就是所谓的，这边是所谓的公里，公里的前面10公里叫做公分，公分的这边是100公分，所以100公分叫做公尺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题我们所选用的最小单位呢应该是公尺，所以呢我们的答案呢选择的是铢，公尺。